你们四个在一个一样吗？你们要不要站一排算了？要侧，要斜一点，要赤足跺脚才看到你们在躲。刹车练习，一二三，刹车！咁样就知道我哋今日要去滑雪啦！滑雪啦！我本来来之前呢，就是很担心可能会没有雪，对，结果就今天早上开始下暴风雪了，现在有一点点小难度。我们已经有第一台车出去了，目前他刚刚打了一通电话来，但是突然断掉，会不会有什么失联？失联？等一下。他还没有打第二通，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故的话，应该会连打两通。对对对，只是怕说你可能开到草丛啊，或者是开到别人家水沟啊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希望我们还能看到他们走的那个痕迹，开的痕迹。但等一下确定他们走对路啊。很开心这次来有我妈，因为就有人煮饭啊，有人煮早餐啦、啊。各位观众，出门就是要带妈妈。我们来两天，她只能两个礼拜的时间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有吃到一半了吗？还没有吧？不到一半，还不到一半。对，阿姨今天早上起来煮卤肉饭。对，我的早餐吃了卤肉饭，还是卤肉饭。OK OK， sorry，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错我错。哎、欸，今天是我第一次滑雪，然后是阿姨第二次滑雪，希望我们平安，你不要丢下我们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停止？我想说，我们没有要一起滑雪啊。你们有一个精神村，我们会去山上，然后下来，然后去找你们，看一下你们还活着的话，我们就再上去，我们再下来看，哎、欸，还活着，然后再上去，再下来一下。没有啦，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上山，如果可以的话。啊，会会。现在目标是平安到雪场哦。Oh, okay. All that kind of motion, just my kind of heat. Keep it on repeat. Testify the motion, loving this devotion. 没有啊，你要动到别人就好了。OK， 我好像抓到一点诀窍了。你干嘛？大便吗？搭车啊？去啊！你要看着正旁边而去。你往侧面走啊！你拿棍子撑不行吗？我妈都站着起来，你站不起来，我笑死你！用力！等。用力把雪推开，走啊！
么那么那个你的目标只是不跌倒而已？对啊，你至少要会转弯吧。刚开始不跌倒就很好了。在这个小山，大家就是不停的跌倒，再站起来，再跌倒，再站起来。刹车，用力，发誓刹。四十五度角才看到你们在躲。刹车练习，一二三，刹车！拜拜拜拜！刹车，刹不住！啊！哦，我妈要来了，专心一点啊！
煮什么？腊肉哦，配酒的，配啤酒的。出门有妈妈就对了。你的乌龟嘞？好可爱哦！这个小屁股也可以用吧？不行啊，这么小、啊，五岁吧？哎、欸，有两个、啊，一边一个、啊。你说、哦、屁股上，对，左边一个，对，有十吗？
们去休息，吃点东西，出来再上山。他200公尺要上山，滑雪最会的就是爬起来。我俩不会。